忙碌的一天又结束了，在许多人都准备回家睡瞌睡的时候，我撩妹的一天才刚刚开始。作为一个专业的暖男，不仅情话要说得好，菜也要做得绝佳。这道菜叫你会回来，你会回来主要采用受伤的胸膛、鸡脯肉切碎，填充进你的臂膀、鸡翅里，再加上看到你就会流泪的杨子枫，三者一起进行一段身体与灵魂的柔和。再加上爱情荷尔蒙烤箱的热烈催化，这道你会回来心情出炉，最适合那种伤心女孩，让她分分钟感觉到一吃在口，天下无有美妙处吧。这道菜叫做你的情人，使用青色的黄瓜加上热心如我的红辣椒，红配绿也成了这世上美妙的配色。纯洁的开胃虾仁表达我对你一见倾心的爱恋，但是就算再甜再温润的汤，你的嘴唇便是这世上最好吃的食物。这道菜最适合劳累了一天的女强人，让她感受到温柔体贴，分分钟拿下，告白必备佳品。这道菜我是你的依靠，黄澄澄的玉米表示我的脑海里都是你，搭配肥瘦相间的排骨，就像我的胸膛一样有弹性。小火炖上8个小时，这些时间都是我爱你的表现，这些劳累都只为你一句好吃即可。这道菜最适合结婚周年进行开胃，给平淡生活增加一丝新的滋味。这几道菜你们都学会了吗？还在犹豫什么？快去做给你心爱的人吃吧。